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，头里不舒服。我看到一个东西，这样转一下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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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转一下子就回来一下，每转一下就回来一下，每转一下就下来一点，每转一下就下来一点，每转一下下来一点。每转一下下来一点，每转一下下来一点，每转一下下来一点，然后就把人紧紧的套在里边，我肩膀也痛，紧紧套在里边，非得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下，越来越紧啊！这个时候你要对他说：“哦，我看到你了啊，是非得下来了。”就意识到你有这个观念以后，那个就慢慢慢慢就是散开了啊。敞开了啊，敞开了就不鼓在人身上了，敞开了啊，敞开了，敞开了，而且也不顶在头顶上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是要认知，同时记，要匹配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